什么出发。往前走，是一片荒芜。他们将人生揉入一串代号，只留下相同的名字：军工人。出发，到国家需要的地方去，哪怕不毛之地，也能迸发出火花和辉煌。行进路上，时代的潮流席卷而来，陷入窘境，在碰撞跌宕里摸索去向何方。走出去，来一场声势浩大的转型，去未曾涉足的领域，到从未到过的远方。队伍不散，旗帜不倒，整合自我，蓬勃向上，开辟新的道路，迎接曙光。他们拿什么开拓？在变革中坚守，在发展中超越。他们以不变应万变，全产业链集群，实现行业引领，独占鳌头。六大系列产品铸造钢铁堡垒，沉下来，苦心孤诣，潜心悟道，汇聚科技之力，新型专利誉满环中，功勋卓著，硕果累累。以科研为引领，产品全军种覆盖，走出国门，抢占高地，用无数极致攻关的日与夜，构建湖湘兵器之琥珀，用军民融合的强军之策，描绘湖南军工之蓝图。他们靠什么制胜？查大事，应变局，洞悉未来战争之变。他们以转型升级，实现价值倍增。资本证券化，助力产业升级，产学研结合，创新驱动发展，借浩荡之势，中流击水于市场大潮中，洞见前沿，解读未来三大发展之密码。前行至此，再先行一步，走下去，披荆斩棘，